昨晚喝醉，做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吗？做了。什么？你问我的那个问题，我想想再回答你。离得远点，听见没有？你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时光，你喝多了。我没有。不好意思啊，那我们明天再见哈。好，快走吧，走。走了。是不是你的有些选择，熄灭了你眼中火热，最后彼此祝贺。你也说了一万次不适合，偏转嫁就个结果，有没有药能让新的伤口愈合？是否与我去之歌？于是你时光，清醒了吗？你昨晚到底是喝了多少酒？我差点想带你去医院洗胃。我昨晚喝醉，做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吗？做了。什么？小心，来，进门，进门。小心，小心！时光，时光，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时光，怎么了？起来换身衣服，吃了早饭，我和小松还有约。不用取消，这不是还有小松吗？你想找我帮忙？可以啊，但你得先帮我一个忙。他一吉他就砸翻了我的石头鱼。那就是说你们是不打不相识了。算是吧。